这里不是钟家，你收敛一点。梧桐，你在这儿干嘛？关你什么事？想的是去了月亮岛啊？懦夫，出点事儿就转学。哎，老师。哎呦，你警告我！哎呦，我今天实话告诉你，我现在你转校了，我的。你们要是不给我滚开，就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。行，既然你们不是赢了，我们二话不说立马走人。但要是你不管在哪儿见到我们，都得给我乖乖的让地儿。江迪，你是嫌以前输我输的还不够多是吗？不好意思，你还不是月亮岛棒球队的人。